战果。这时候而且非常积极的这么扩大战果，最后台电认输了，台电认输了。吴傲天非常强，中国选手前往斯洛伐克征战，使出连续不断的地面砸击，打得本土选手躺尸擂台。这是一场经典的中斯对决。吴傲天是中国第二批习练 M